大部分的客人啊，对于防晒有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啊。很多人会跟我说啊，我平常天打完雷射啊，戴着口罩出门，但为什么还是会反黑？我一天都会擦一次防晒，但为什么还是会反黑？那其实。你好 ，CEO， 我是恒美学诊所的院长周成轩医师。我们今天来聊一聊雷射术后的保养到底要怎么照顾。其实雷射啊不一定会造成开放性的伤口。我们拿一个比较常用的两个雷射来举例好，一种是皮秒雷射，一种是非做雷射。那皮秒雷射啊，它的伤口其实是肉眼看不太到，作用在真皮层之内，但实际上还是会有一些眼睛看不到的一点点开放性伤口。视觉上看得到的开放性伤口啊，大部分是利用非缩雷射去做一个磨皮的动作，因为我们要把比较严重的痘疤甚至凹洞去做一个处理，部分的雷射我们就会去加强磨皮的效果。那磨完皮啊，在恢复的过程中啊，就比较容易会有脱皮甚至流血，那严重一点可能会有结痂的问题，所以这些雷射术后的反应啊，都是属于一种正常的现象。传统的雷射啊，就像是一颗大炮去把一个斑打碎，那虽然可以把它打得很碎，但是毕竟它的能量过强，容易会造成周边组织的伤害。那皮秒的部分呢，就有一点点是拿那个机关枪去打这一颗石头或俗称的斑。当然这样子用机关枪去打，它可以把这些斑呢、打得非常的碎。那为什么一定要打这么碎呢？因为打得越碎啊，我们身体的巨噬细胞就可以把这些黑色素细胞处理得更干净。因此不管在效果还是甚至对周边组织的伤害是降到最低。那雷射术后啊，皮肤比较敏感的客人比较容易会有过敏甚至比较干痒的状况，通常这个状况下我们会建议先使用一点点类固醇的药膏去镇定皮肤的反应。那通常类固醇的成分啊，毕竟是一种药物，所以不太建议当成是一般的保养品。比较特殊的状况是使用类似气化式雷射，像是 CO2 啊或是非缩雷射的客人啊，因为为了要加强效果，因此在皮肤表面上会有一些伤口的问题，那这些伤口啊容易会流组织液，甚至会形成一些流血结痂的状况。这一类型的客人呢、就会建议到回家之后使用人工皮的方式去保养这些伤口，来保护不要被感染，甚至不要去留疤。不管你有没有开放性伤口，还是甚至是一般的皮秒雷射术后，我们都会建议生理食盐水，甚至是用清水的部分去做一个清洁的动作就好。那至于要不要用洗面乳啊，其实是会建议看状况，因为洗面乳会造成过度的清洁啊，有时候会让皮肤干痒的状况会更加严重。其实台湾的自来水啊，其实都是已经达到可饮用的一个范围了，其实不用特别去煮开然后再去使用。那如果真的很担心，然后也很懒得去买生理食盐水啊，其实家里一般大概都有一些净水器可以使用，所以一般用净水器的水去做一个简单的清洁动作就好。不管是使用皮秒还是飞刷，皮肤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干，甚至有掉皮屑的问题，所以在清洗脸部的时候，不需要用特别大的力去把那些皮屑把它弄掉，用轻轻的轻柔的方式去做一个清洁，其实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清洁作用。那针对比较做一个加强的客人啊，例如说我们用飞梭甚至用皮秒的蜂巢模式去做一个加强动作的时候，毕竟还是会有一些些开放性伤口，那这些开放性伤口当然我们会建议去贴人工皮去保护。那清洗的时候啊，就可以把这些人工皮先撕掉，然后用清水去清洗，那把它擦干，轻轻的拍干，然后我们就换新的人工皮去保护这些皮肤就好。雷射术后啊，其实一定要做保湿。雷射术后的前3到5天左右啊，其实皮肤是处于最敏感、最脆弱的一个时间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雷射啊，会去破坏皮肤最重要的一个屏障，就所谓的角质层。所以因为角质层的受损啊，所以皮肤的保湿能力相对的会下降，因此比较常常会有皮肤干啊、皮肤
不痒的问题，大部分是来自于保湿没有做足的关系。因此在术后保养的选择上啊，就是变成格外的重要。常常大家会去忽略一个问题，是说我们保湿的保养品啊，其实里面如果含有美白去角质的字眼或是成分的时候，通常都是不太建议是雷射术后使用，因为这些美白去角质的成分啊，又过度把角质层给脆化，所以因此干跟痒甚至红的问题啊，会变得比较更为严重。所以术后雷射的保养品啊，重点会以保湿为主。至于啊，保湿的保养品啊，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使用？那这个要根据你使用的雷射会有所不同。那一般建议，如果打完雷射之后，皮肤还是比较处于敏感，甚至有一点肿，甚至有过敏的现况啊，那会建议先用一天到两天左右的类固醇药膏，让这些发炎反应降到最低。那接着第二到第三天呢，你就可以慢慢开始可以尝试保湿的保养品。那保湿的保养品不外乎就是保湿的乳液，甚至修复霜，甚至一些是保湿的面膜都可以慢慢的使用。但有一个重点，就是如果在第二、第三天你使用这些保湿的化妆品的时候啊，如果皮肤还是会觉得有一点干，甚至会有一点痒，甚至你用完保湿的产品，如果你的红的状况更为严重的时候，你就是需要马上的暂停，因为代表说里面某些成分还是会对于你的皮肤有一些敏感的状况。那至于开放性伤口的部分啊，我们会建议是先用人工皮去保护这些伤口，所以因此保湿的部分啊，就直接涂抹在这些人工皮上就好。那大原则我们还是不要直接把保湿的乳液啊、化妆品跟这些开放性伤口直接的接触。其实我个人认为啊，雷射术后的保养中啊，防晒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防晒没有做好啊，那大家比较担心的术后的反黑啊，甚至一些伤口恢复不好的状况会变得更加的严重。而且大部分的客人啊，对于防晒有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啊，很多人会跟我说啊，我平常天打完雷射啊，戴着口罩出门，但为什么还是会反黑？甚至有些客人跟我说，我一天都会擦一次防晒，但为什么还是会反黑？那其实防晒的观念非常重要。第一，我们口罩啊，其实没有防紫外线的功效，所以不管你是在室内、室外戴口罩，我们都会建议一天至少擦两次左右的防晒产品。因为再怎么好的防晒产品啊，其实大概维持4到5个小时左右，它的产品的功效其实是会慢慢的降低。建议是开放性伤口的保护啊，建议还是以人工皮为主。至于这些人工皮啊，什么时候要换，就是建议大概前面3天到5天啊，大概一天换个2次左右。通常会建议是大概洗澡前或是洗脸前把旧的人工皮撕掉，然后做完一个清洁的动作之后，换上一片新的人工皮。那这中间呢，如果发现人工皮吸收的组织液越来越饱满，甚至整片人工皮变成白色的时候，中间可以再多替补一次。那大家会发现大概连续贴3到5天之后啊，这些人工皮吸收的组织液就会越来越少，那这个时候代表你的伤口已经恢复的差不多，那个时候就可以撕下来，就加强保湿防晒，直接在新的皮肤上面，就会大大的降低反黑的风险。雷射术后的前1小时到2小时左右啊，是最不舒服的一个时间点，因为皮肤会有一些红啊、灼热感，甚至一些痒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一般的医美诊所、皮肤科诊所啊，会使用一些天然类固醇药膏、保湿面膜、冰袋去做一个安定皮肤的作用。如果回到家开始发现皮肤啊红痒的问题还在的时候，建议还是持续的使用类固醇药膏去冰敷，来去延长镇定的效果。这些状况改善之后啊，雷射术后的1到3天左右就可以开始加强清洗、保湿跟防晒的作用。保湿的部分呢，通常建议24小时之后开始使用。术后其实隔天呢，就要开始加强做防晒的部分。防晒的部分呢，重点是不管你在任何一个情况下，建议还是一天擦到2次左右，早上擦一次，下午1点到2点左右
擦一次才是最重要的。术后七到十四天呢、皮肤就会去比较稳定的状况。如果家里有一些功能性的化妆品呢、比如说修护霜，甚至美白去角质的产品呢、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慢慢的去增加上去。通常这种雷射的保养啊，我们还是非常建议保湿为主，其他的保养品为辅。医美雷射的部分呢、很多人会比较注重是雷射的选择，那蛮多人会常常忽略啊雷射术后的一个保养。两个部分其实都是一样的重要，你即使选择了再怎么好的机器，但是你术后保养没有做好，其实前面的雷射的效果其实会打非常大的折扣。假设来说，我们其实需要3到4次的疗程啊，但是如果你雷射术后保养没有做得很好，那这些疗程可能会慢慢延长到6到8次左右。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做好雷射术后保养，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在短期内让你的皮肤变得更好，甚至让我们选择的雷射的效果上达到最好的效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请按追踪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并开启小铃铛。哦，我看着稿子念，我真不会。我看一下，好，来，我、真的好难哦。喜欢我们的影片，请按喜欢、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